我是钢管列车长，在109年2月14号，台北故宫。然后这是至善园，16:47拍摄。这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，故宫很漂亮的一个地方，山水花园。指的就这边。哦，而且这边还有很大的雨哦，我们看到这种好大的雨哦，只可惜没有那个鱼饲料机哦，对。我们去外面可以把它在你们都钓鱼的就刚上面。哇，因为下雨之后才特意走这个地方。很喜欢今天，竟然真的下雨了，我忘记带伞，傻眼。人上面去买的，你们都丢唔到几公分。真的超漂亮的，至善园，故宫之神。就那样，谢哥哥，拜拜。